我已经预约了。今早吃这个东西，好像是棒子的小零食啊，膨化小零食，咸甜口的，很脆，微辣。油脂很丰富，很解压啊。昨天领的西瓜饮料，西瓜味儿，然后它里面有这种像是西瓜果肉一样的东西啊，不确定啊，反正不难喝啊，这个挺好喝的啊。还有半送给我的好像是椰汁儿，我昨天已经喝了半瓶了啊，挺好喝，微甜，固形物比较多。里面有很多这种白色的固形物啊，应该是椰肉啊，而且是那种就是没有经过加工的椰肉，原汁原味啊，是透明的，不像那种就是啊饮料是白白的，对吧？就是椰子里面的水，然后直接灌装到瓶子里面的。奶酪、生菜、玉米饼，这就是牛肉末，相当于就是塔可啊，两个塔可的量。这个玉米饼啊，他妈的很硬啊，吃不了一点啊。麦当劳夹在汉堡里面的奶酪啊，冰冰凉凉，没什么味道。微微的咸口五香牛肉酱，味道很一般，但是我加了这些辣椒，所以说勉勉强强能吃。生菜，塔可酱，红色的，酸口，相当于就是带一丢丢辣口的番茄酱。最近你们很多人预测我未来在那什么选之后啊，会被撵出去，对吧？我不用他来赶我，我自己会走啊，因为我在这儿住着，我感觉并不是特别舒服啊。首先很多食物我爱吃的带不上去，然后小公主吧就三天两头就过来房间检查，知道吧，就反正检查卫生，检查那个什么家具摆放什么的。我寻思我住在那儿，对吧，跟我一起住的都没那么多意见，对吧，小公主，对吧，老是意见特别多啊。而且他检查他是那种抽查，他也不是说提前告诉你，对吧，你准备，对吧，你都准备不了，对吧，因为他抽查嘛。反正就很麻烦啊，所以说我跟个老莫啊商量好了啊，他就有一台房车就在我们楼下，然后呢他要星期二这个周带我去看车啊，反正我尽快把这个外宿给他解决了啊。饭后小水果，上周我的医生告诉我去这儿可以洗牙，好像就是这儿，走路只要2分钟吗？我已经预约了，然后星期三下午过来就行了。兄弟们，我没看错吧？12月4号，这你妈还有一个月啊！我这洗不洗牙的倒是无所谓啊，这万一我要是有什么大病啊，这动不动对吧，1个月2个月的预约时间，我操，这不纯纯等死吗？还有就是我的手为什么老是受伤，老是流血？因为我喜欢加餐，所以我老是咬手。你读8个小时，你是可以拿这个保安卡，保安卡你可以缴工，不过缴工之后有6个月还是怎么样，你那个全部要帮他学完，上网学也很容易。你只要一开始学8个小时，你就有上班的资格，但是你在上班期间你要把剩余的课程全部学完。又那么慢。然后你说多少钱一个小时？做这个最少有17到20块左右吧，开始。对，你的意思，还会加工资吗？已经会，看看你的背管背景有没有做过，还是有没有枪的，还是怎么样，也要上学的。你成功入职了，我带着实务性来，你会不会屌我？会。信息也去很空啊，啥也没有啊。之前领的泡面起作用了啊，今天晚上就对付一下吧。饭盒是另外一个 bro 给我的啊。刚好能放得下这个面啊，兄弟们，我操，美滋滋，哈哈哈哈。这个酱的话就看起来就很丝滑啊。哟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无所谓啊，兄弟们，反正也都断子绝孙了。听说保安那边特供热水啊。之前白嫖的3件套，哎，正好拿来吃面。上周六老太太给的鸡蛋是煮熟的，放了2天。我的 bro 告诉我，只要没有异味可以吃啊，兄弟们，那就干他。确实没异味啊。
捏成两半儿，往里边一放，这不美滋滋吗？臭豆腐找你疼。我本来想放老干妈，但是老干妈我找了一圈，我不知道放哪儿去了，找不到。红肠也可以加一点。开做。这香肠片啊，跟711买的披萨上面撒的香肠片，我操，一个味道啊，兄弟们！我怀疑我的老干妈已经身遭不测，接下来我要独自承受没妈的日子。啥也不是，散会。